可能最大的一个用意啊。没错，没有被敲出任何的安打，也没有丢掉分数。哇，这个变化，哇，积极，还要再设计一个高的让他回。High fastball 掉到了150的速球，造成了林鸿玉的挥棒落空。先抓下了一个巨大的出局数，两出局。打者知道这个偏高的球有机会打到外野哦，但是就是越知道你想要打高的球，打到外野变成高飞球牺牲打哦，那就是引诱你上当哦。对，那阿飞前面是两打数没有安打，变化球取得好球。嗯哦，那这两季的，当然最近的吕永贞稍微有点问题啊。哦，对的，是八月份近况很不错的林晨飞，挥棒落空，149的速球。这个时候林凯威上来拆弹成功，一出局一三垒有人，连续制造了两次对方的三振，所以结束了这个半局，龙队还是0-1暂时的落后。